们谈蜘蛛色牌的三三成。怎么样？你觉得？好吗？看看。它比较看起来干净。第六点，希望薯条 ，Sweet Potato Chip。今天是我在黄金海岸的第二天，昨天根本就只是吃了一个晚餐就结束一天了，但是今天就是我们要去 Movie World 电影世界，大家要下午喝完一个喝咖啡。会来黄金海岸是因为就是我弟来了三个礼拜，然后又不能待在雪地地方不要三个礼拜，所以我们就决定这个礼拜黄金海岸下个礼拜去墨本。就是我们订的 Airbnb 的大厅，但它有点像是复合型的大厅。然后左边就是电梯，这个就是。环境看就是还从阳台看过去，右边就是海湾。现在来电影世界。我们在网络上买了这个杯子之后，你就可以在游乐园里面现装杯饮料。然后第一个买的时候，这个是免费。第一个，还有那个怀脚。这边就是 DC 的英雄们的拍照区，蝙蝠侠、超人、闪电侠、神秘女超人、女超人。他们都会围着那个小朋友拍照，可爱。现在排 Sweet Potato 的四 D， Sweet Potato 的四 D 的冒险。Will of modifying its external appearance. I'd like to shake the hand of whoever created this. 啊，你是玩家呢？叫薯片狗，现在就是有一个薯片狗的设施在维修，所以我们决定先来吃午餐。没有什么餐厅有开，所以我们决定吃汉堡。小飞车，加油啊！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回来了回来了。看都可以啊，另外一边就看海边啊。有海边吗？可以看得到吧？只要我们睁开眼睛。耶！就是这样子，大家还是，这就是最有名的门口。现在开始打烊，那大家路上走，刚刚的云霄飞车，还有主街的那里，这就是必拍的门口。然后左边这边
这个高的粉红色我们玩到，但是绿色的今天没开，所以没办法有心得。但是粉红色那个蛮可怕的。大家现在健身的时候不要觉得很甜，外面还有个刷亮亮的。这边叫做 ESPL， 然后就在黄金海岸的旁边，但是它的可颂是我在澳洲吃过最好吃的，咖啡就很普通，但是它气味也蛮好喝，所以可以来喝一杯咖啡。袋鼠，跳走了。すごいね。おお。我们本日的行程就是早上在 Surfers Paradise 海边走走，中午吃个 brunch 买个 coffee， 下午来动物园，动物园四点打烊，我再回 Surfers Paradise， 然后各自结账吃饭。你要在湖州市其他的园区，这是有三只吗？好大哦！我买这，他们来泡泡。Oh my god！ 下一个就是野生袋鼠园区，超怕袋鼠。袋鼠与我。袋鼠一家人。袋鼠超级近，对，一直在追我家，当然。你来这里买蛋煮食料，罐头杯子在这里，然后，它会倒出来，然后这个是喂袋鼠哦 ，Go， 先要拿食料来喂它。Do you want it？ 要不要叫醒的？要吗？吃饱了吗？要吗？粉粉，粉粉。哎，知道一样呢。喵喵喵。Do you still want it? Or you're just okay? No. 还有一个，要了吗？
OK。还有酒肉。它的鼠袋，它是袋，它是袋鼠的鼠袋。哎、欸，看好。它喝奶、欸。它没有耳朵，它是。不是，它现在是手感，然后气垫切掉了。口渴啦、啊，吃到口渴啦、啊。被自己笑死。喂。他也要，他也要。要不然沿路问啊。好，走走走。中央厨房，行动，行动中央厨房，餐车。那像那个饮茶里面的那个推着餐车的阿姨。快点，去强迫卖腐皮卷，赶快。我要。三方位置吗？他吃上面，你吃下面。我们晚餐自由活动，我们两个来吃越南菜 ，Vietnam Lotus。第二道菜是辣的牛脖。十分，因为很好吃又很饿，所以我们又加点了脆皮猪的饭。哒，好吃吗？我今天七点出门要去那个可以看整个边海景的塔，在上面吃早餐。要沿着海边走，好走到那里的中间啊，被盖住了。这里的 Sky Point。带一个手环，然后我就可以吃早餐。耶！Nice. Wow. 上来的 feel 是土豆，早餐就有牛奶、牛奶、咖啡、水，还有果汁呢。现在就是有就是有十二样，好赞。这里还有一些就是西点的部分，就是 muffin。菜、可颂、煎饼、厚肉桂卷跟一些 cereal。这边是要多加钱的咖啡，就是如果你要咖啡是用来泡的话，这边就是烤面包，还有一些优格、乳饼、培根。其实我可以跟火腿炒番茄，还有橘豆，那种英式橘豆，但是这是我的菜。咖啡的早餐，竟然什么都加了，除了吐司之外，对，咖啡跟我的龙标。另外一边的 view 展，这样 OK OK。
感觉是 Surfers Paradise。这个就是我们住的地方。看海景。开始了吗？有了哎，根本没拍到。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的底上面。哦、oh, ，nice。四个除外。天际线我觉得有帅，我们很疯的决定要拍卡沙机。嘿，今天中午来吃 Ben Ben 很美，它就有一种咖喱。是巧克力，还有巧克力酱杏仁可颂原味可颂，这个不知道，感觉很想吃。它是还有肉桂卷的，啊，这个是点贵，但是我们点那个厚，然后我们点的亚米苏它就卖完了。中间的那个无笋吗？对。就是吃这个 Ben Ben Bakehouse 可推。黄金海岸最后一站，我们来 Pacific Fair Shopping Center。我上就有很多食物在这里，然后这边都是很多商店。新的那间店有 TJ。嗯，还有车，然后这边，啊，下面，还有沙发的躺椅，还有包球，还有发凉，现在要回雪地了，还要去过安检，再入境。